刚刚叫你那么多话，现在遭到报应了吧？哎，英南，上次那封情书你写给谁的？我，快说，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快说！这封情书，哎，快说！是谁啊？是写给白饭团的。我知道是写给白饭团的。白饭团是谁啊？你要说清楚白饭团是谁，谁是白饭团？对啊，白饭团谁啊？哎，快说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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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第二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他已经回答过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就是，你让他说吧。好吧，下一轮，那都给我吧。来，说。你问吧，任何问题我都会回答你。我想一想，那个白师兄那日在苍天树下牵红线的时候，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快说呀！是谁？我想的是……啊！你快说呀！当然是红线那头的人了。是不是对我不感兴趣啊？啊，哥，你脸色怎么那么不好啊？要不然你去休息一下。行，不问的话我就去休息了。哎，我倒是很好奇啊，应奇师弟，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有没有在场？在啊。那又怎样？谁在啊？哎，问呀，快问。据说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而且还是跟齐师妹一起喝的，你会这回事儿？和齐姐姐一起喝的酒？难道说你一直喜欢的人是齐凌云？哎，齐姐姐！哎，这脾气还真大呢！齐姐姐是不是生气了？我去看看她。哎，英南，英南。齐姐姐，不是英姐，你喜欢的是不是齐凌云？齐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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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是生我的气了吗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别生我的气，我们刚才是闹着玩的。你怎么了？啊，原来是一头驴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哎，救救我！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好些人呐！快快快快，快来救救我！你等一下，我现在就来救你。等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你要注意啊，注意。英南，小心藤蔓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还没来得及呢！哎呦！完了！我没有不高兴，我很开心，所以以后不要再躲着我了。还有，以后咱们俩见面的日子，还
还长着呢。齐师妹，你这般胡乱猜想，说与我一人听便罢，千万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，特别是英南。如果他对这件事有什么不该有的误会，我会很不开心。哎呀，救星来了，还来俩！救我！我会死在这儿呢。来，齐凌云，快砍断头啊！怎么样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没有。哎，你刚刚明明就一直站在这儿，为什么不把他们拉上来？哎，不不不不，你不知道。那个藤蔓特别的邪门，他要是拉的话，也会被拉下去的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不，小恩人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在这危难之时没有弃我于不顾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到底是何人？为何三更半夜出现在树林里？哎呀，你这姑娘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如果说出我的名号。很可能会吓你们一跳，我就是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鸡毛蒜皮，江湖人称人形史书的大方散人，是也。你们。没有听说过。哎呀，无妨无妨无妨，像你们这小小年纪，怎么可能知道我在江湖上的传说呢？我这几位师弟师妹并非有意冒犯，还望前辈不要介意。不碍事，不碍事的。哦，对了，小恩人呐，来，这是印有我名迹的锦囊。倘若今后有什么需要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拿着锦囊来找我，我定会满足你的一个愿望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就此别过啊。哎，你要走了？是啊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否则的话，谁半夜三更在这林子里边晃来晃去？你们说呢？是不是？你们留步，留不留步？不用走了啊。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留步啊！几位上侠，后会有期。你呀、啊，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还想着去救人？哎，大方散人，你还没告诉我，我怎么找你啊？哎，行了，回去睡觉。哎，白师兄，起，走了，走啊！哎呀！我这大难不死啊，驴子又失而复得，看来这小姑娘，嘿嘿，真是我的福星啊。